的见面，可具体给的感觉是忽明又忽灭。他们总是留着悬念，我甚至感到眼睛被敲灭的香烟。无所谓吗？总是在答案边徘徊，不想醒来，像一杯没事没冰块。好似他的房间，坐在他的床边，等他眼睛睁开。邂逅是晴天，以为在我身边跳昏暗的光线，别再怀念，有些人不值得，没必要留恋。Who's your body like this? 这不眼睛